的 party， 我相信今天所有北京最狂热的金属分子是不是都在地下？牛逼！不要吝惜你们的热情和汗水，让我们把今晚的疯狂进行到底。下一首歌节奏响起的时候，一起所有的人甩动你们的头颅好吗？准备好来了，这首下一个就是。Yeah!
谢谢你们，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更暴躁的感觉呢？记住，这是一个金属夜晚，一定要躁动。虽然这里很闷热，虽然我们出了很多汗，但是我们非常的痛快，对不对？在桑拿中金属，一首老歌带给你们，让我看看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底下还有谁没有甩起你们的头来？这里是海妖山。继续
跟着下面的歌曲和节奏和窒息乐队来一场真正的危险旅程。
人那么多那么挤，比我们牛逼多了。应该我们这台上应该还有点空闲的这个余地，转身的余地。但是台下我操已经是相当人来之人，是不是妨碍你们的甩头和抛梗呢？如果没有，再把事情搞大一点好吗？生命如沟壑，我最终将在跨越时飞翔，在升华的瞬间凝固，在与羽翼一同融化，被车中前行。
下面又是一首窒息乐队的新作品，我还要看到一个更壮观的场面。刚才是我们独自在甩头，现在能不能所有朋友们肩搭起肩膀？这是一首节奏相对快一点的歌，如果你们能把这首三分钟的歌曲从头到尾甩到底的话，我觉得非常的牛逼，至少我看着非常的痛快。速度有点快啊，点击你们的头可以不用抛够，后边还有没有朋友一起来加入进来，肩并起肩膀，准备好了啊，又是一首快歌，荡国之歌。机会多的是，我想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演绎一首窒息乐队的老歌，一直一首一直就没有演的歌曲，我想它对
我们心中的分量也是很重的，也希望这首歌也能够激起你们对人生或者对信仰或者对梦想或者对我们青春对我们热血的一些回忆和祭奠。最后一首歌曲，抓紧时间，朋友们一起玩起来，为你死亡，遵照你信仰，是你存在支撑我生命，是在止息乐队表演时间到此结束，感谢你们的捧场，希望你们的金属血肉之躯能够一直坚挺。最后时刻，我们一起再来一次，好吗？Oh!
你们都是身体最坚硬的金属战士，让我们以后在更多的金属现场里面再次见到你们的身影。我们是Yeah.